进球成立，哎，直接打空，有没有？哦，漂亮，2-2，2-2，回头就扳平比分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曼佐基外援替换上来，还真是带来新的改变啊！开给后腰，一脚，直接穿透，这个两个中卫关门啊，和对位置也是有所疏忽啊。这下得要看看这个慢镜，嗯，就在传球的时候看看这个慢球机有没有越位的嫌疑。对，